剩下断垣残壁，出动机具赶进度，因为十月二号就要移为平地。彰化二水碧云禅寺因为是违章建筑，遭到县府下令拆除，但是500万元的拆除费恐怕没人买单。在香港啊，听讲的我唔知。魏明仁在26号动工拆除，隔天晚间就飞抵香港，买的还是单程机票。之后接受中评社专访，说自己是效仿毛泽东戴红旗信仰，战术性撤退，还说庙被拆都是美国透过《纽约时报》对二水基地来动手。这个是他私人的行为，而且他也没有受到这个禁止出境的限制哈。我们彰化县政府拆迁的费用，我们还是跟他追讨的。那因为追讨对象并不是他，是他的姐姐。10月2号违建处分书就要寄出，所有权人是魏明仁的姐姐，10天内没有缴交费用就会被移交强制执行。啊！小心小心小心！哎。盖五星庙被拆，还涉及动手打公务员，魏明仁一走了之的结果，徒留烂摊子，等着亲人来承担。三立新闻许淑薇、许慧美，彰化报道。